靠前是，靠前。嘉瑞，下集。下集，我首先来简单来介绍咱啊，这两点钟的主讲者。啊，这两点钟的主讲者是柯英奇先生。啊，那有接着咧听台湾之声的人，就知影柯英奇先生这十几年、一二十年内底，对台湾做足大个贡献。啊，我伫十几年前的时阵，伫桃园县做局长的时阵，做财政局长的时阵，我的司机拢甲讲，局长啊，你要吼常常听台湾之声许荣启吼。他讲什么？啊，迄当阵吼，讲啊，迄无所啦。迄当阵吼，脑海内底充满中华民国的屎，国民党的屎。哦，虽然我已经长期拢怀疑中华民国的正当性、甲合法性，但伊讲啊，有谢长廷是叫别，我哪会相信？我唔相信呢。啊，渐渐就知讲，原来如此啊。哦，原来民进党甲国民党是孪生兄弟啊。也是讲国民党是生出民进党来啊，拢是蒋经国一手提拔的人混在民进党内底，拢是完全拢国民党的招牌啊。所以今仔日伊讲的物件足精彩，要安那来掠招牌啊，要来安那来落实咱的转型正义。我足感谢伊来甲咱讲这个这两点钟的演讲，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给鼓励，多谢，谢谢，谢谢。多谢大家，台湾之声大家好，真感谢吼，这蔡教教授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啦吼。啊，我为1998年开始吼，廿二号白啊开始，我重新归零啦，重新归零，因为足侪亲朋好友大家拢跟闪嘛。哦，所以我有时迄阵会重新规定。啊，我这十几年来无人敢来讲这个这款题目啦。啊，所以咱是第一位，我来第公开伫电台以外公开伫讲这个问题是，这是第一场啦。哦、因为大家差不多拢惊到嘛，吼、哦。啊，这个当然。这个机会我也是来学习吼，因为我一直无法度相信讲咱这个会吼，这个团体所主张的啦吼，啊，所以无要紧，咱异中求同啦吼，啊，大家来讨论吼，啊，我哩今日哩讨论的这个题目，这个是讲台湾的问题啦吼，啊，我要先讲的是讲。为1998年，我为什么去处理这个代志？哈，我为1993年12月23日开始做电台。啊，做电台，我唔把你讲独立，我嘛唔把你讲统一。哦，因为我感觉迄拢是骗人诶，那个都是骗人的。啊，我知影是骗，但是我讲袂出一个理由出来。啊，但是。你做电台以后吼，当然我一阵时间去美国教洋装，啊，我嘛一直咧想讲，我来去得罪什么人啦吼？我唔是干那得罪国民党尔咧，啊，尤其是你海外一年的时间，你教洋装，你美国教洋装一年，我感觉讲嘿，啊，你唔是你国民党你甲修理尔咧，嘛有一寡所谓的独派嘛，你甲修理啊？而且第一届比国民党较厉害嘞吼，倒来倒我拢同款哦。我伫咧想，一直咧想答案。啊，我咧想无呢，他们讲我想无啦。啊，到1998年吼，1998年的七月初九，这七月初九，咱过几工的七月初九吼，这对我来讲哦，人生的意义吼，七月初九。1999年7月初九是德国之声，李登辉前总统讲，甲德国之声讲哦，台湾甲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啦，诶，这个关系。啊，但是1998年的七月初九哦，
我看到一个新闻啊，电视时弄转播。这个电视时弄转播吼，就是讲调查局以前的局长吼，代理局长叫听传。啊，这个听传吼，开记者会，在调查局开记者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遍开记者会哦。电视时弄转播，啊，时弄转播，你讲什么呢？你讲哦，迄个廖静和哦，廖静和做调查局的局长。这廖静和做调查局的局长吼，伊要去做法务部长，啊，要去做法务部长，将一挂民进党重要的特约咨询的资料炸走，啊，刷落去咧，佮将你指挥特约咨询的人带去。法务部伊个身躯边通来运转，伊运作。啊，我看到这个电视的新闻啊，我嘛傻无呢。电视新闻，我看到这个电视新闻，你七月初到电视新闻出来，是安尼，我傻无呢。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因什么叫特约咨询？我唔捌啊。所以我第二天吼，我就看报纸。啊，我甲大家报告吼，我一天看十外分的报纸啦。我数十年。拢感官，即摆报纸较钱较省啊，我拢看网络。啊，若看报纸是你看迄附文啦吼，看迄有啥物广告啦。即摆因为拢网络来对嘛吼，啊，所以我即摆省足侪钱。但是我看了即个特约咨询吼，我看无呢，因为照讲原来有新的名词吼，报纸拢会甲你一个小档案、小词典，甲你解说嘛，啥物叫咨询、特约咨询，我啥无啊？所以到七月初站吼，我就拍电话，较下晡时啊三四点，我就去拍电话，去问一个调查局吼，民进党位的调查员叫做李义勇先生。啊，这李义勇先生，我甲伊无熟悉啊，但是我伫做电台的时阵，伊定定传真物件来，啊传的物件，你讲调查局安怎，啊伊安怎互撇开，但是我都查无呢吼。啊，所以不甲伊通过电话呢，唔捌看到本人，所以讲我就去找，迄个波我就去走去，就去总机吼，啊，就去问104问调查局的电话到底安怎卡，我就问出来了，个291224，这个总机我今嘛过会记。啊，我怎样拍电话去问哦，哦，结果高温18万啦，剧本波安尼一直转啊，李义勇先生遐去，啊，我就甲伊。刚请教讲啊，什么叫做特约咨询呐？伊甲讲啊，这个了袂啊。哦，我讲吼，这叫做了袂啊。我才知影了哦，这特约咨询就是了袂啊啦。哦，啊我讲哦，啊民众内底有了袂啊，意思是安尼，民众特约咨询嘛吼。伊讲是啊。哦，啊这啊到底是什么人啦吼？结果我甲讲安尼啦，迄阵也袂。拜六时啊，要袂周休二日。第二天七月十日吼，就是周休二日，要无周休二日就是拜六。啊，伊来上班，我讲无你下晡时啊来啦。好，咱来拜托你来办公室。啊，我五点还阁上节目，啊，所以你两点来，啊，我已经甲你讲三点钟，吼。结果伊讲好，结果到四点我才来。啊，我五点去上节目，伊讲好，安尼，我讲你。无你七点才走，啊，咱到恁食饭，爱大家开始讲一个，讲了别个代志，啊，结果看看，吼，嘛阁三无咧，甲七月十二号《台湾日报》，这《台湾日报》吼，迄阵阁伫个，即嘛无完啦吼，伊一条新闻出来，伊讲，即个谢崇敏头版头条，谢崇敏讲哦，民进党有了别个地位，头版头条。讲过，我又是左立右呢，是委员啊是哦，吼，啊，结果代志就大条安尼哦，我就开始讲好，安尼来，咱来，即卖来开始探讨啊嘛，哦，啊，这实在是误打误撞，是去一直入落去，啊，到尾啊，一直查，有一天，因有人甲我讲，就讲，我讲啊，到底统独还是啥物人呐，吼。他说谢长廷啦，哦，那民众现在还有比谢长廷更那个啦，
伊讲下重点，我是有影无下重点。当然，我听即款消息，我嘛会惊咧。坦白讲，下重点那可能是了袂啊，吼、哦。啊，所以我嘛惊讲，因这调查局有人咧甲我骗啊，要甲我害啊，因为我是警察，防害无死尔啦。哦，我只做电台只几十年啦，十几年啦，我是防害无死嘛。我捌直升机调过，捌捌坐驾啥物，我拢变过啊。我即摆人生，我今年六十岁啊，满六十啊。满六十份，我是干那存了未死尔。坐驾我嘛坐过啥物，我拢变过啊吼。啊，用直升机来调，我嘛拢变过啊吼。啊，一边六千个要来甲了，拢有啊。哎，超台是六千个，全部封锁的。哦，我拢变，唔知变过几遍。肢体通缉，逐项我拢办补过。啊，我咪惊咧，讲啊，到底是毋是恁只调查局嘅人哦，要来甲收害啊？要叫何家些人等于收台啊？所以我咪惊嘛吼。我哎，大胆小，大胆来假设，小心求证啊咧吼。啊，到底我变安怎求证？啊，要求证吼，问大家嘛，调查局嘅人讲是，啊，一般民进党，尤其只党外。支持民主運動，大家也說不是啊，說社長你怎麼可能去調查局，啊，我要怎麼處理？結果，我就看一本書啦，看什麼書呢？看社長庭的回憶錄，等於社長庭的回憶錄，因為社長庭先生每一年喔，每一年來選舉，為選市議員開始，他都有用他的自傳，他的經歷，寫一本書出來。市議員有市議員的方面，哦，啊，立委有立委的方面，啊，選副總統還有副總統的主名哦，現在選總統也還有總統的主名，哦，啊，我那時候剛好有一句話我就沒了嘛，哦，沒在心裡，啊，剛好那時候，哦，他在選副總統的時候，大尊出版社有出一本書，要拿來給我廣告，所以送我一本，結果我都要買，啊，那本他送我，他說要平平民教授啊，甲谢长廷咧选总统嘛吼，副总统甲副总统的搭配，啊，所以就送我一本《谢长廷政治这条路》啊。我暗时啊，就开始紧看咧。啊，过去吼，我咱看这拢是站在一关崇拜者、崇拜偶像的立场来看这本书啦。啊，所以咱我。不求甚解咧，吼！伊讲啥物，咱就相信啥物嘛。结果，当我开始看这本《谢长廷政治这条路》的时候，我讲啊，谢长廷绝对是了白啊，绝对是保证是，吼！啊，所以我即马甲因遮政治明星写的书，我拢甲当作因的自白书啦，因的口经就对啦。谢长廷的口经就是。伊了不要就是家己写的，因为谢长廷每一遍拢有法度幸免于难，拄到代志伊拢无代志。我哼，那遐是拄好好呀。我来举一个例吼，因为伊个例实在太多个啦。伊吼六一二，甲朱高正，啊个洪吉昌，啊人竟然搁一个尴尬些。六一二大湖山庄抗议，啊，被起诉，谢长廷，啊，结果呢，伊就讲吼，伊到尾是要刷户口，刷去平遥林炳坤因家，啊，所以户籍就抓无人嘛吼，啊，用去逃，哦，制造伊的神勇嘞吼，啊，伊内底有讲就讲吼，有一天吼，警察要去甲抓，因为通缉嘛，警察要甲抓。啊！伊讲吼，因太太伊住伫一二楼嘛吼，啊，因太太吼，拄去巷仔口咧倒粪扫，啊，撞到人要来甲掠，啊，所以伊往紧划出去，啊，谢长廷伫二楼吼，二楼顶啊，听到这声音，啊，无穿外衫外裤，吼，所以咧为二楼将他们跳个，啊，就走啊，啊，脱只脚，啊，拄撞到一台计程车司机，啊，就甲载，啊，载去鬼人去。啊，所以伊第二天才出来开记者会。啊，我吼看到这以后，我讲这神话，这神话，这绝对是神话，这绝对是的。为什么？这我家己有经历，我互掠几落遍，做电台互掠几落遍，我唔捌遮幸运嘞。
那有讲要抓你，你甲国民党小看了嘛？要抓你，安那行啊？他门卡无部署人呐、啊，你跳了我就甲你涨起来啊！你要走去倒？因为我家己吼捌互掠吼，哈！我1994年的7月22号，22号透早，我迄阵是通知的新闻，就我住在电台，啊住在电台困啊，我困地板啊吼，拢无出去。啊困地板哦，透早一日目睭拍去，过20-30个人啦、啊，连铁门都撬开啊，要掠我，我看我。啊，我讲，不，你只要，你至少你嘛爱给我吼，来上一下洗手间的，对不？伊讲好，伊就讲洗手间哦，先入去，两三个人先入去，入去内底洗手间顾好啊，我再入去洗手间。啊，外口阁有人，我讲我若要走嘛，无地走。啊，你迄种场面要安怎走？你该想看咩？要你啊，你下中庭哪有可能讲，互你跳窗仔门的啦？迄无可能的代志，迄种神话。我即马拢袂相信者，啊！而且佫看到讲伊吼，这是一项啊，内底足侪伊迄个人生迄条路，我就看讲啊，即个拢骗人诶。伊讲吼，伊吼，佫有一个谢长廷，伊讲伊吼，北商毕业啦，两年无读书啦，你做亚克力诶送货员，啊你吼做迄个亚克力诶工人，啊你送货员。啊！结果两日后吼，伊考条大大发落去。啊，我嘛去走去大大去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去甲调出来。诶，有影人有放榜啊，有谢长廷个名，啊，甲因太太尤芳芝啊，拢有啊。我迄阵咧想讲，嘿，这嘛真搞咧吼。迄阵咱拢相信讲，大学联考是最公平的。我即嘛拢无相信咧公平咧，因为北商毕业若要考条大大，你迄个年代吼。嘿，敢那比顶天阁较困难呢，因为普通中学吼是读，咱迄阵叫做国立编译馆吼，标准教科书嘛，哦，啊那商科吼是读迄种商科的书嘛，啊先天敢那国文你就输人啦，就是国立编译馆的嘛，啊英文、数学，尤其英文是简单的英文嘛，吼，我相信大家拢。我都接受好，啊你有法度读两年拢无读书，有法度考条大大发落去，哎，这一定是神话嘛，迄人有人甲你帮忙嘛吼，所以我就袂相信，我就不相信啦，因为我甲谢长廷差5岁嘛，啊，差不多迄个年代嘛吼，因比我比如啊，所以我就袂相信，所以伊去考去读大大以后。3年迄落，我都考掉律师第一名。我迄阵就开始拢袂相信啦，我讲要考律师吼，一定爱大学毕业。啊，你大三的时阵哦，大学3年等于读2年外嘛，还没满3年，所以你一定爱高等检定考试。啊，高等检定考试通过以后，才有我都去考律师执照。啊，你读2年外。啊！人个你个学长读4年，甚至读5年、读6年，拢毕业以后去考几落遍才考会掉咧。啊！伊阵迄阵律师，那以下中等因迄个年代吼，律师伊我有去查，1400个左右掉7个，1500个掉7个，差不多1/5的录取率啦。今嘛咧？是8%啦，4000个调320个，去年去调，今年调着红多，因为要改制啊。所以很哪有可能讲调5个、调7个，啊伊遐熬的拢第一名，啊伊遐学长学姐，有诶大学毕业读几多年，嘛考无调律师诶，足多诶嘛吼。啊所以因拢伊家下陈水扁拢足神勇诶，拢足熬，大家拢足第一名。我好天哪！那真搞啦，天赋异禀咯，所以我到尾我就开始就一直入啊，哇，原来是安尼哦，所以我即摆拢袂相信咧偶像，包括陈水扁我嘛无相信偶像哦，哦，我嘛无相信啊，所以我陈水扁我毋捌投伊票啊，自从了了以后
市长我无投予伊，总统我嘛捌投予伊啊。哦，啊，这淡水面另外一套，以后若有时间，咱再过来讨论。啊，哦，啊，所以我就讲，因为我甲社长有交手个，吼、哦，啊，所以我就讲伊是了袂啊。我伫1998年的12月初4日，伫电台我正式讲社长顶了袂啊。啊，即、这个讲社长顶是了袂啊，以后。我迄天的电话头接一千通干掉的，干那厝顶加在是阮咧十楼啦吼，啊楼迄栋大楼是20楼的，啊所以加在迄是拢属拉南马控属拉布的，啊无差不多厝顶挂拢掀开啊，哦，厝顶挂拢掀开啊，干掉哦，吼嘿，我一夜之间哦，嘿变臭人啦，国民党啊叫民进党嘛叫嘛，吼、哦。啊！但是第二天社长恁敲电话来，敲电话来台湾之声现场，伊讲伊毋是，吼、哦！啊，当然毋是，迄录音带我阁拢有保存。啊，伊讲伊毋是，但是伊讲遐足侪破绽的，有听到的朋友咧，听到迄群才要相信讲啊，社长恁是了袂啊。好，啊，这个吼、哦，社长恁，到尾我才知影。伊十一月初五去遐汇10万块，讲我是收吴敦义的钱，啊来破坏伊的选举。伊甲吴敦义迄阵去选市长，啊我这甲第人钱我才知呢。伊十一月到尾我知影，我去我的口中有这10万块。这是1998年的12月30日，高雄的汉来饭店，周玉蔻小姐有一个节目。我为台北特别去报名去参加现场的节目，啊，社长您讲安尼，所以为高雄转来，我二话不说，拜托两个朋友，一个去《中时晚报》，啊，一个去《联合晚报》去买暗报，讲有这个新闻，又讲我有提钱，有，啊，我看呢，好，恁来台北地检署，我去台北地检署，连写都袂去写，我就先去告啊，啊，所以迄天的。承办的检察官叫做林景春呐、啊，吼、哦，检察官，伊讲那有这个新闻，我讲有啊，这小小就在为报社摕出来，吼、哦，我讲我无，唔是互社，我等于买收，我等于我嘛，甲伊无关的，吼、哦、啊，唔要这条代志，啊，这隔壁啊查了，我讲这是社长顶叫人汇嘛，无你哪有汇款单，啊，而且迄个汇款单内底电话，一个查证都无这个人嘛。无这个人啊，啊！但是我告我告诉伊，我伫台北的官司，伊甲移到高雄，啊！小张，你高雄甲告的，嘛甲移到高雄，我讲这无理啊！你嘛一件伫台北啊，结果伊拢伫高雄，啊！因为高雄小张顶势力太大，地检署个法院拢伊个迄落啦吼，伊个关系。啊，当然我高雄走13座，我甲别判无罪，我高雄判走十三座，安尼官司停13座。敢若法院哦，我会判4个月啊，高院4个月啊，到尾啊要执行，我非常上诉，啊才判无罪，我安尼走13座。啊，这个中间吼、哦，我咧知影社长就势力太大，你高雄地检署、高雄法院拢伊个就对啦。各位在座的朋友吼、哦，若讲诽谤，我犯过吼，若毋是讲即卖有《一周刊》啦吼。我看台北城要参与各项各诽谤遐尼多，当然即马阁有手语啦吼。即几年我较无遐侪条，啊，不过是足侪条的。啊，即马呐，我是辖区，我户籍伫北投嘛吼。我是辖区是树林地检署甲树林地方哩。即马有伊做间甲苹果日报，无我应该同罪啦。吼、哦，我用各同罪诽谤的，啊，我唔捌一件吼用各性的嘛。啊，所以诽谤。社长顶，我引用大法官509解释，法官不准，不爱交代清楚啦吼，啊，所以这就是甲社长顶交手，啊，抓了袂啊，好，啊，当然抓了袂啊，这段时间吼，阮煞第二个，我去美国转来，我搁第二段我去美国，我为了这个代志，我去参加立法委员的选举，去报名选立委，再来讲社长顶是了袂啊。不过我用拍死啊，可能一天我就用拍死啊。啊，迄阵因为
我即马去参选迄届立法委员的选举，开20万，啊，所以我迄20万等于哦请保全啦，因为互我讲45天，啊，警察拢爱甲保护，吼，我变候选人啦，我开20万的候选费，所以我也无你，也无你选举啦，吼，啊，到尾啊，同尾啊，就5、6天，国民党用叫5、6天，用电台甲扛起来，规个电台扛起来，干了，哦，这一定是的嘛。我这当然来负法律责任的啦吼，叫人家扛起。啊，为什么？啊，无那有选举你为了我的啦。我是你甲国民党对抗，啊，那电台你甲5、6天用一个电台甲扛起。但是我迄边嘛，我佫掉7000几票呢。伊若卖甲扛起，我2万几票就掉呢。我也无开钱啊，吼。啊，不过迄是一个为了。这个抓了不然要落实转型正义的一个的工作嘛，啊，所以不得不开一些经费啊，啊，不然你只说一天而已就没去了，啊，没去就没那个意义，所以我当那天嘛，刘毅要投票，我已经在桃园国际机场等要来美国了，所以我去美国待4个月，啊，我第一次去美国是高洋庄是超台，所以我美国足侪台湾的同乡拢感觉我斗阵，啊！我第二逝搁去的时候无人啊，所以我去美国逝去美国的厝，哦，一夕之间我变臭人。你美国我包括美国的台湾同乡嘛是假动的，我想啊，你是摕国民党的钱哦，啊，无哪有你讲谢长廷是了白啊？啊，不过经过这几年吼，我相信足侪。海内外台湾的同乡，应该拢有法度接受啊。谢长廷去了未啊？歹势，啊，我过去拢共讲讲哦。我知影谢长廷是调查叫我了未啊？你2008年3月初以前吼，是调查叫我人讲的。但是2008年3月初以后，以后三公谢长廷去了未啊？马英九讲的啊。因为马英九有说谢长廷去了没有？安怎？你选总统那年，旧历过年过，伊做干领袖团两期，说谢长廷去了没有嘛？说谢长廷有甲调查局提钱啊，透过谢依兰呐，吼，马英九讲伊咧做法务部长就知影。哎，谢长廷无去遐过啊，不管刑事甲民事拢无过啊。刑事当然伊讲马英九是总统未过呀，但是民事嘛应该过呀。啊！伊咧讲的时阵，马英九嘛要被选调总统啊，吼、哦！啊，而且伊5月20才坐啊，就位啊，伊那拢无去过，好、哦、好。啊，讲到这吼，我就要甲大家报告，为了这个代志吼，哦，阮甲谢长廷的官司拍架啦，为台北拍架，高雄阁拍转来台北，吼、哦。啊，拍官司唔是要为了赢啦，要为了真相，为了真相，所以去年。甲昨年啊，这是台北地检署的笔录，吼、哦。啊，这台北地检署的笔录，我是做证人，就是伊告邱毅甲李义雄2008年，迄甲我都无关系啊。邱毅甲李义雄2008年，伊做官顶出来以后，就讲小张已经了袂啊，哦啊，小张已经告邱毅啊，啊去告李义雄啊，啊连小段官司拍甲曾细一啊。哦，真是伊哦，谢长廷不起诉，一直告。啊，告到咧2010年的2月25，这大转折啦。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杜慧玲哦，传你2月25下晡3点，你台北地检署第13侦查室，啊来传哦，4个人，3个证人，一个。被告，这个被告就是邱毅，啊，3个证人就是高明辉、谢依兰，啊，甲我，吼、哦，啊，主要我的部分是要讲邱毅有甲查证，啊，我甲检察官讲邱毅唔是甲查证，我是甲邱毅检举的，吼、哦，因为我提这资料哦，写着，互邱毅看，哦，调查局出的公文，我区的看，调查局出的公文讲谢长廷是咨询呐、啊、委员，吼、哦。
迄天主要传因两位，一个调查局的副局长，一个是调查局的联络人呐、啊，来做证上面讲谢长廷有提钱呐、啊，结果这个笔录内底拢有谢长廷有提20万，你1997，你1981年谢长廷选调市议员无偌久，第一届哦，无偌久，就提20万啦，好、哦，谢长廷就对我讲啊。讲这无公道啊！伊迄间无在场啊，吼、哦，所以安尼无公道啊。但是谢依然拍电话去 TVBS 讲又摕20万，谢长廷嘛无过谢依然啦吼，伊、哦、不敢过。好啊，所以要为了要谢长廷心服口服啦。啊，所以呢，咱吼、哦，去年本来我跟你高雄告谢长廷民事要要求赔偿。啊！但是伤过远，啊，搁遐反应过，我安尼看看拢伊个天年，我要调查证据，拢袂调查。所以你台北换李义雄来告谢长廷，啊，所以我高雄迄边我就袂告啊。啊，台北这边我就参加诉讼，李义雄有1000块话，啊，我就参与诉讼。哦，啊，所以你去年下个月啊，甲六月。7月14日三遍，谢长廷拢出庭，要问证人高明辉甲谢依然，但是有一遍高明辉无来，啊一遍谢依然无来，哦，所以谢长廷就讲袂使，安尼伊就串证，所以爱一定两个人来，啊来隔离询问，好，所以甲7月14日，因两位拢来，啊你谢长廷的面头前，讲有提钱啊，提20万啊，吼、哦，这笔录我拢有调出来吼。哦这笔录，这种后摆拢历史的档案啦吼。啊，谢长廷，伊就问谢依然，问高明辉讲：“你说我是不是县民嘛？”啊，高明辉讲：“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县民？”但是我讲迄个无重要，我讲迄个无重要，什么名称都无重要。你有提钱，无你的行为较重要嘛？你为什么调查局要钱给你啦？啊！对，我们个问，这个高谢依然跟高明辉讲，这个20万是公费还是私费啦？是你家己出的还是公费啦？啊，因讲这个公费啊，公小啊，吼、哦。啊，我讲，啊，他有没有写领记啦？给钱有写收据无啦？啊，这高明谢依然讲无写啦。啊，那写伊就。唔敢提钱去啊！你哦啊，这种笔录哦，阿妈有录音光碟哦哦。阿霞，我讲阿霞同志，你有意见无啊？伊想你有要告无啦？啊，到这为止都无告咧吼。所以这嘛经过差不多一年啊。啊，那照法律的规定哦，无告民事规就是两年嘛。啊，刑事是告诉来论一年啊，不6个月啦。啊，所以伊应该拢无机会啊啦。因为为地检署2010年立个理由，啊，到今已经超过2年了，伊都无告啊，啊，所以谢长廷也唔敢告调查局的人啦，无用告伪证的啊，啊，伊拢无告嘛，哦，啊，伊到底是唔是啊，一定如假包换的啊，哦，所以我即马大家讲伊了尾啊，伊拢会去人告啊，啊，我去告讲伊拢袂敢告啊，因为我有免疫啊嘛。哦，我有犯人的破案书，我逐项拢有啊，所以我有免疫的。全台湾，我为同大直管的讲谢长廷医疗袂啊，我伊袂敢告，伊告嘛无效。哦，因为我有所本啊，我无捏造。而且咧，谢长廷是医疗袂啊，这其实伊家己讲，家己拢吼骨卡拢说出来，伊2010年的二月二五，你地检署讲煞以后，2020啦，按不出来，迄暗嘛 ，TVBS 啊，就讲这个问题嘛，啊，讲这个问题，谢长廷都无告邱毅啊，无告谢依然啊嘛，啊，你迄阵时报周刊就顶出来啊，就做这个专辑，谢长廷家己就承认啊，伊讲甲蒋家的关系足好个嘛，啊，到底甲蒋家啥物关系？
伊是蒋孝武的哥们呐、啊，蒋孝武的哥们，这《时报周刊》拢有啦吼，我拢有收集起来，《时报周刊》有讲讲谢长廷甲蒋孝武，啊，搁一个唔知啥物人，伊无讲，因这三个是吼三个哥们，死党了着，好，啊，为什么谢长廷会甲蒋孝武同学？伊讲哦。伊是成功中学的同学，谢长廷甲蒋孝武的关系是蒋孝武落地留级，啊，甲蒋孝武并甲谢长廷同学，啊，怎么结果佫升去啊？哇，谢长廷落地啦，啊，所以初三就佫无共班啦，因初二的共班啦，啊，一个初伊落地来佮读初二的嘛，啊，一个是初三升袂去佫落地，所以谢长廷伊家己承认的，你。时报周刊来对讲的，啊，谢长廷伊家己嘛讲吼，伊你读成功中学的时，初中的时阵吼，下晡时啊啦，下课拢伫因家出入啦，所以拢伫偷看吼，迄个蒋方良吼，啊，拢用个密铁门，伊个大门嘛，你中安东路，就下蒋孝武蒋国鼎摆就住中安东路遐嘛，即嘛是。华南银行边啊，迄间厝，迄间日本宿舍，迄间日本厝啊，拢有大门嘛。伊讲拢在遐偷看，吼、哦、啊，当然啊，佫有闲去食物件嘛。因为谢长廷是出事拍地下街嘛，啊，艰苦因啊，啊有我都去蒋孝武因家，哇、哦，这嗯暗顿拢伫因家食了，差不多是安尼嘛吼、哦。啊，所以伊用个讲是蒋孝武因老爸吼，蒋经国一手栽培啦。包括读北商，读拢是啊，摕到日本的文部省奖学金，拢是包括做民主进步党，吼、哦，民主进步党主动有两个灵魂人物嘛，民进党你圆山饭店，一个就是谢长廷，党纲、党章、党名拢谢长廷，啊，佫有另外一位，吼、哦，啊，所以。阮哩全民公敌调查局这本书内底就讲了民进党阻挡的经过，所以民进党主动讲起来就是蒋经国总策划兼导演。啊，你圆山饭店看闭路电视，看你走，才有咱今日这款场面吼。咱今日是无人，你走不了操课吧吼？无人有啊，你观看。啊，无咱大家甲想吼，各位。唔是明仔载你甲试看，后日咱蔡教授讲来做圆山饭店吼，要来台湾民政府要来演讲吼，要做吼，我看圆山饭店唔敢做你啦。即嘛哦，啊，但是1986年9月28号，啊，圆山饭店敢做党话去开校园会，啊，做党。哦，你是故意做看卖，做少无？陈水扁总统落任以后，要去啊圆山饭店七八个啊时阵，伊5月20号七八个要去做扁友会，少无啊？圆山饭店摆少伊啊，就讲这政治色彩太浓厚，哦，伊摆少哩。啊，为什么迄阵有啊？30年前，所以咱迄阵拢无去想到啦。啊，这主动有伊的历史背景，其中一项就是讲，真简单，就是迄阵台湾民主运动的声音就大，要主动，要废除党禁，要废除暴禁。啊，尤其是海外有一个台湾民主党已经要迁党回台，就是咱大家拢知影，桃园县的，咱这个桃园县的县长老县长柯志荣先生要为海外。迁党回台嘛，啊，哪样要你迁党回台？所以，我组一个呀，啊，组一个以后就换你来招我，不是我去招你啊嘛，对不？啊，袂阁冲击啊嘛，哦，你主动来要紧啊，所以民主进步党就是安尼来啦。应该啊，主动的灵魂人物就是谢长廷，这伊家己写啊，党纲、党章、党名拢伊啊，拢伊家己的自白书拢有写着，我讲。一下，诶，主来都拢有啦，哦，啊，所以
为什么这八年民众这争议八年拢无落实转型正义？啊，搁为什么？不是干那谢长廷，陈水扁嘛同款啦，陈水扁前总统啊，伊为什么选调总统？的情义之旅，会去拜访王生，会去拜访汪静熙啊，啊，到尾还搁请王生做国策顾问，啊，这是什么意思啊？王生是迄阵总政战部的主任呢，白色恐怖的大杀手啊！执行者就是警总甲国安局呢。林义勇事件，林义勇先生因兜的命案，陈文雄教授七月初二要到啊吧吼，七月初三透早发现你台大迄个悲剧。啊，搁去台江南，汪正熙迄阵是国安局的局长呢。啊，陈文雄教授甲林义勇先生因兜的命案，伊是警备总司令呢。啊，我要请教在座，为什么陈水扁总统选调总统的情义之旅，会去找这两个人？去情义什么？伊毋是要人前立国？啊！人去找白色恐怖的刽子手啊！这我一直想无啊，我一直找想不通呢，我真正想无啊。到尾还阁请王生做国策顾问，那有这种代志？所以四年前当一周刊你讲谢长廷甲谢依兰的关系，甲调查局的关系，啊，迄阵大家在讲哦。我有看了电视的节目啊，林立芳啊，伊讲我终于想通了啦，通什么？伊讲哦，怎么会找王生当国策顾问呢？怎么会情义之旅去找伊呢？王生已经为巴拉圭回来的无管无歇啊！哦，啊，伊到底想什么？这嘛不是今日主题，你知道哦？所以我嘛这几年我哩一直想讲陈水扁总统。今日去一家吼，实在讲个，伊要出来足简单啦。但是伊要出来甲唔出来，是伊家己啦。为什么？啊，伊要落实转型正义，伊要给台湾人核心的呢。因为伊做八年的总统，伊无转型正义，无咱今日的主题转型正义啊，无落实啊。伊我都看到足侪物件呢，伊有做无？伊无做嘛，所以我常常讲，这对陈水扁总统较歹势，因为其实讲起来，伊做总统的时阵，我唔捌去找伊啦。干那我刚刚去找伊讲，拜托伊甲我处理一项代志尔。阮做这个出这本书以后吼，伫19992000年，伊做总统啊，七月初八电台烧去。我出这本书付出很大的代价哦。道家书的人叫做周明德先生，在1999年的12月，当作营业前一天要回去厝食当作营啊，结果你死暗时啊要到12点，死在和平西路甲故宫路口，到这位置无破案。第二，电台烧去啊，你十楼哪会烧？十多年无法度破案，所以因为了两个月火灾现场无法度清理，我去拜托透过人去甲陈水扁总统讲，伊才找人家处理。再去讲下晡就处理啊，人为纵火，就嘛一张证书，我放伫网络顶头，十多年啊吼，所以我干那去找伊这个问，找伊安尼，讲你爱甲处理啊。因为你做总统啊，我火灾现场已经两个月，我厝租交十几万啊，一个月10多万啊，交两年我无得清啊，所以我厝租照交，你爱甲你遐久啊嘛，这若算欠伊的人情，我也同意，其他我拢无。好，陈总统，伊为什么就无落实转型正义？伊知影足侪代志，
啊，伊那拢无做，民众即几年伊拢无做，所以人若讲讲输伊互输啊撇开，我拢讲伊死好啊，我拢足无客气，我讲死好。我为虾米讲死好？你讲你司法不公，啊！你做八年的总统，一年国家总预算摕要甲两条，开免两条，你支配，你那无都解决司法呢？台湾的司法，你看伊有国会全面改选，虽然不同意，但是勉强会接受，互咱有投票。总统也有民选，但是你司法你都无民主化嘛？啊！你司法过去甲咱撇开遐刽子手，即慢慢你做官、啊。你有个清无？嘛无呢？没有转型正义，没有落实嘛，啊，佫继续互因升官嘛？哦，地检署的检察官、法院的法官，常常嘛讲独立审判啊，啊，我讲独裁乱判呢。因独裁啊，有人咧监督无？三个总地院的法官，三个高院的法官，五个最高的法官，用个总统掠去关哦。但是谁来监督这些法官啊？陈水扁总统无做嘛？卖讲陈水扁总统无做，陈定南做法务部长嘛无做啊？伊办一个检察官，甲办一个法官，互人看着好。但是因拢无嘛，因拢无落实嘛。伊嘛是叫遐个人来你做啊，甲咱修理的人来你做啊。所以即马你司法撇开，我讲你家己。县市报啊，我拢足无客气安尼讲，我拢你县市报，为甚物你司法无爱改呢？你若将你司法改，互民主化，推参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啊，检察官、检察长明显啊，那有啥物假案啊？啊，伊无啊，法官，即摆可是高高在上啊，对不？尤其陈水扁总统的时代吼，我对伊非常的感冒。伊常常讲吼，伊叫拢叫屈伊林，你敢告讲侮辱公署啊？啊，佮伊用总统嘛，你敢告刑事啊？我是足袂爽的啊！你那有啥物侮辱公署这个名称啊？政府机关是服务机关，那有啥物叫做公署啊？啊，啥物叫做侮辱你啊？那我天天在侮辱啊！我们都是刁民呢，我逐天嘛你佮批评，对唔？那侮辱公署都无理啊！第二。你受宪法的保障，免受刑事的追诉。啊，相对的，你哪会用刑事干告啊？无理嘛，对不？你总统，你哪会用刑？你认为总统奉为尊敬的所在，我对有意见，但有一人伊唔捌做用总统的名去干告，告刑事，慢慢干告民事，伊咧总统任内啊，你不能够干告的嘛？你哪会干告这款的啊？这无理啊！因为伊有国家的资源，有国家的机器，有国家的什么发言人呐、啊？伊阿妈从曾经讲无许代志，因讲的乱讲，安尼好啊嘛？啊，恁两个搞一个当事者，袂使，这无理啊！尤其是诽谤已经除罪化，这是全世界人权的潮流嘛？台湾搁妨碍民意，讲爱解加爱判刑的，这笑死人啊！啊，陈水扁总统哪会无解？没有改啊，伊无落实，伊嘛是用一套咧修理人啊，伊嘛是用一套啊，所以我对伊非常有意见啦、啊。哎、啊，尤其伊无落实转型正义吼、哦，啊，所以这部分我阁另外阁来讲一部分啦吼、哦。前几工顶抓迄个叶先生吼、哦，咱的叶贤忠先生是台湾之声的。资深的听众，我唔敢讲伊老啦，伊资深啦。啊，伊有为美国转来有来找我嘛吼、哦，我才知影讲，哇、哦，啊，佫有遮资深的吼，听众，啊，即满人伫美国，啊，伊讲问我讲，我看敢来遮因讲即套无啦吼、哦，我讲我敢咯，哪会唔敢？但是我先讲个名啦吼、哦，我无一定同意，咱的主张讲，哦。美国軍政府的教咱，即我即个部分我到即位置无法度相信。当然，我今日嘛是来学习啦吼，希望我用个相信。啊，伊讲即没有关系，大家言论自由吼。啊，伊讲我若来讲，袂讲台湾独立啦吼。我讲吼，我你放心，我绝对袂讲台湾独立，而且我会讲台湾独立吼是一个骗局。
这是一个诈骗集团啊，统一嘛是诈骗集团呐、啊，建国嘛是诈骗集团，公投你台湾嘛是变作诈骗集团的用的，尤其政治人物，哦，因为这拢骗人的。啊，我为什么台湾独立吼？这骗人的。最近吼，我一直想要来甲胡锦涛讲啦，但是我无管到。我讲这台湾独立吼，你讲民进党若放弃台独，我虽然对民众有一寡意见。我說民進黨放棄台獨，啊你就要跟民進黨搞往，我說你找錯了嘛，這個台獨喔，這是騙人的嘛，啊這青山港進元素的是國民黨嘛，啊為什麼？好，我這都有證據我才敢說的，沒有證據我不敢說，這本書是國史館出的，國史館喔，2008年5月，張延憲做館長出的，基本就叫做郭介乌新先生，哎呦，《行医访谈录》一本300块，即嘛你若去国史馆买着，即邮政发报去着，即本书。啊，即本书内底哦，有讲了一段啦吼，伊391页内底有讲着，伊讲哦，即有法度你国史馆出的书，我相信。因拢无意见啦嘛吼，因甲唔哎嘛出事，伊拢无人告咧吼。我嘛去问董事长讲，啊，你有通告无？伊讲无啊。吼、哦，啊，这本书上面呢，你讲吼，伊讲咱海外吼早期吼有大陆联名嘛，啊，大陆联名有签转来，啊，大陆联名吼要入迄个联名有申请书啦，啊，有申请书有。为头到尾拢两个人咧保管，一个是主席，啊，一个是吼、哦、组织部的部长。啊，结果讲有一个调查局的，无，唔是调查局，外交部派咧美国，诶，就周延呐，周延，啊，伊考条会计师吼，伊去一个王林雄先生厝诶，去遐爱吼见习实习两年，再无多。去开业做会计师，啊！有一天就甲王林雄先生讲，即王林雄先生讲的哦。伊讲哦，有一天伊讲啊，这个周先生甲王先生讲，我去美国拢都阿王先生做。伊讲哦，你家在互人民开除哦，无你也死啊，叫歹看啊。伊讲安怎？伊就甲讲哦，伊去咱台湾的调查局派你美国。华盛顿哦，诶，调查员因厝诶，伊甲因太太伊，啊，结果呢，看到一纸哦，一沓哦，诶，即个入联名诶申请书啦，哦，伊讲，啊，你哪有遮个物件啦？即个周先生就甲问啦，问调查局即个人，即个周先生讲，啊，你哪有遮个物件？伊讲，啊，阮内底都有人啊。所以伊甲王先生讲，啊，王先生，就讲，啊，干那两个人呢？你保管为头甲尾拢是这两个人，你保管，一个是主联名的主席，一个是组织部的部长啊。啊，到底两个人倒一个是啦？伊果去甲问调查员呐，伊讲两个拢是啦。吼，啊，讲这个代志，陈东山知影。陈东山就很生气的，找他们要算小，啊，这两个要找这都其中这个大人物是什么人呢？叫做张灿宏啦。联名的主席是调查局的啦，结果有所本哦。我这是有所本才敢哦，我唔敢乱写，这种足大代志，敢那联名写吼。那无提钱，我看伊做干嘛唔敢顶哦，哦，证据嘛对不？一定要有所本啊！不开玩笑，这陈东山批开斗争大会，批做张灿宏，啊，另外一个叫做陈重光啦，陈重光，唔是永乐都迄个陈，永乐都袂啊，唔是共名共姓，哦，拢是这两个，啊，各位，30年前，这是拢超30、40年前发生的代志。迄阵营运机无普遍呢，
无影音机无遮普遍，虽然你美国嘛无遮普遍，即将遮资料摕转去厝诶，大家拢认为讲是肯定报关收啦，所以即秘密诶，啊无去防灾，干因个保管，无若交落去吼，啊大家拢诶，大家较侪人知影，所以袂使干即两个知，结果遮资料毋是你报关收，你调查局会倒下顶，你因厝会倒下顶，各位。这台独是骗人的啊！这台独是骗人的啊！伊拢讲秘密，哦，这秘密门言，大家拢秘密，干呐？因怎知？调查给我知。好，这是国史馆的资料，所以我绝对袂画台独。啊，我嘛，我点嘛点在要画统一呢？我点在要来画统一，你知无？因为我认为讲的统一嘛假，啊，全世界即嘛同反对。统一的是人，什么人？即边是胡，即马是胡锦涛咧，过几个月也是习近平啊。因为全世界有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讲哦，超独裁都无算啦吼。啊，有要有任期制，甲你保障两届十年的，就干咧中国嘛吼。就啊，你绝对不能甲印度，我一定爱互我做的，啊做我煞。啊，咱就伊来统一讲，啊统一有条件哦。就来选举啊，民主统一啊，看伊袂无？我看伊走啊碰进去哦，伊种败啊啦。所以民众实在是假路嘛。我讲假路，你著招伊来统一，民主统一，来啊，要统一就来啊。伊敢无？伊唔敢。伊像咱这里批政府哦，马政府叫三顿阿妈哦，甲批哦。胡锦涛讲不要，我不玩这个。哦，你为什么讲同反对就赢啦、啊？伊何必来招台湾统一来选举？啊，那选无了要安怎？啊，有人讲啊，真哪有可能啊？因十三亿，咱才2300万人，安怎选那嘛输因？这个不是数学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呢。说法拢赢咱输嘛，但是政治哦，咱就赢咧。伊唔敢啊，我吃定你不敢啊。你若伊敢无？伊绝对唔敢，保证唔敢。第二来伊唔敢。你讲习近平要无败？伊要就任吗？我阁做十年啊！我为虾米爱甲中甲来选举？咱选输，咱绝对输。但是伊讲、哦、我败，所以你无你唔是你甲试看卖啊？哦啊，国民众这边若要突破哦，就是就中国统一啦，民族统一爱有条件哦，民族统一就是国家主席爱予咱选。来选看卖啊！因为咱台湾人哦，卫理长选啊，总统哦，啊，干干一个区长无选尔，对不？剩的咱拢选，啊，咱无选哦，咱大家掠狂咧，哦，咱真正掠狂哦，哦，大家走上街头咧，对不对？无可能嘛！啊，所以咱要选举，这选举是咱的优势啊！啊，所以咱免惊嘛，咱来面对啊！哦，因为咱国民党有变，民众拢无变，台湾的社会无变啦。你过去讲。台湾的前途吼、哦，咱拢讲台湾人民来决定，国民党跟中国就讲海峡两岸的人民决定。即嘛，民进党、国民党嘛讲2300万人决定，各种共款。所以你的商品无特色啊嘛。啊，你即嘛要换啥物？好，国民党即嘛你换拍一所谓独立牌嘛，啊，咱换拍统一牌，唔知有特色。商品来改嘛，那不你讲呢？你有改，你无改，人有改啊，啊人资源多啊，啊所以你生意如水嘛，这意思同款嘛吼。所以我是认为这拢是骗术，不管统一甲独立，其实拢国民党做出来。国民党为啥物要做这個？啊模糊焦点，恁两个去打，甲恁分蓝跟绿，统跟独，啊我两个歪哥呀。外国这个问题拢无人会讲啊！我即问来讲你外国吼，你讲啊，你独派，啊无伊讲统派，所以即卖民众唔敢讲林毅是外国啊，唔敢。伊讲安尼蓝绿对决，所以好伊做干成丁嘛，拢是安尼啊，对不？撇开去啊，无你相信民众的人无遮资料吗？保证有嘛？啊有伊卖啊，因为这蓝绿对决啊。所以，予伊做工去顶，
无你甲看，早起时啊，八点，啊十点就开记者会，资料拢准备好，还标语拢做好啊。啊，刘伟，敢有遐闲个？你遐咧等的，你去待命的。整一人嘛讲，嘿，明仔载一早干要出来啊？你三个去哦、喔，对不对？啊，暗晡要出来，唔知有新闻性对无？所以，即拢讲好势啊。啊，统一跟独立，其实咧台湾的借助就是蒋经国。中源头，所以包括即阵咱台湾嘛是个蒋经国咧统治啊。不管你民众之前、国民众之前，拢共款，拢共款。啊，台湾同大个问题是贫富悬殊的差距，因袂讲啊。哦，啊，伊即摆一直讲即款物件，啊，模糊一个焦点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哦，啊，今日我已经讲一点钟去啊，吼，大家若有意见，咱大家用讨论的，莫讲干呐，我用讲的，吼，用讲安尼。刚才我咧讲，我嘛爱听大家意见啊。安尼可能双向沟通哦，啊较有意，较有我都诶激发一寡火花啦，吼、哦。啊，所以是毋是有意见，咱大家来讨论好不好？用讨论的啦，哦。啊、各位同学，咱真难得吼，咱迄、那个柯贤吼来甲咱讲真正精彩的物件。大家若有问题，尽量来发问，阿慧来甲咱解答安尼。请大家踊跃发言。好、哦，来张振洲，张振洲先生。许先生你好哈，请教一下，为什么你对台湾民政府不认同？是什么基于什么原因？我拄则有讲个吼，因为我所了解的较无多啊。目前你要叫我相信结果有困难啦，所以我今日除了来讲抓抓不抓的问题，啊，我嘛是来学习啦，来了解，哦，啊，所以你问我讲为什么这个无多认同哦？第几条我无多啦，哦，第几条我无多，因为这以我伫美国嘛，我伫其实咱这个租金哦，会延伸，我要甲大家报告好不好？这個、十几年。几十年来，全台湾有一个节目，台湾之声有一个节目，唱美国国歌啊。十年，超十年前，要加入美国联邦啦，加入美国联邦。啊，迄阵有几个人去台湾之声讲呢？我应该在报告，黄玉琪，哦，侯清耀，哦，啊，这个，伊隔壁阿哩，因离开。啊！迄阵何瑞元也有咧插啊，但是何瑞元无上节目，哦，所以在为安尼演变来，为遐演变来。我刚安尼讲，咱电台第一经来讲这个台湾甲美国的这个问题甲迄落个问题，我相信是台湾之声，我绝对无拖大。啊！但是我为啥物这段时间较无插？因为我挡袂掉，我无遐侪时间呐。我无遐侪性命，哦，我无遐侪性命，啊，所以我有差不多几十年来，七八年来，我拢无参与这个部分啦。我无参与这个部分，因为安尼吼，这建这块呢吼，比我咧建调查局哦，搁较辛苦，吼、哦，因为可能这个人你唔捌哩。这个人唔捌你啦吼，所以我简单安尼，甲你回答我遮就好啊。因为一寡无方便，我来讲，我摆过去增加一寡困扰。来，陈世珍，你有问题？来。我叫林志兴吼，啊，甲柯先报告，你所了解台湾民政府，你讲为五十一州演变来吼，这点我甲你纠正。完全不对。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论述，在发生以后哈，这个何瑞元哎，不何瑞元，侯清耀加迄黄玉琪才加入，所以是咱先民政府这个论述先出来，然后才这个侯清耀加黄玉琪啊加入我们的团队，是咱这个论述先发生的，因为伊的论述可能看起来你有。你讲迄个五十一州哈，其实一开始咱就已经讲五十一州唔是咱的论述，
为着这个五十一州的代志，这个中评社哈，啊，甲中国时报有将咱这个论述讲讲做五十一州，我甲告，我告讲吼，中国时报伫迄个啊做中国时报的迄个网络吼，我甲伊讲吼，连续四天吼，登伫头条内底，袂当甲改变，因为我甲告嘛，啊，落尾啊，因无多啊，只有投降啦。所以中评社甲这个啊做中国时报啊。相差用咱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论述讲，我们在支持五十一州，其实不对啦，所以可能跟你的想法无啥共款。过来呢，开始这个论述拄啊开始的时阵吼，我是专台湾的演讲，迄当阵黄玉琪甲何清耀拢有对我落去，但是做我一半的时阵啊，这个黄玉琪啊，有一天啊，凶凶啊，全无看人，啊很奇怪吼，啊所以我就迄当你甲何清耀讲，哎、欸、啊，这个黄玉琪那凶凶无看。但是呢，这个黄玉琪当时安那讲呢？因为迄即摆迄个李登辉总统吼、喔，伫迄个来来香格里拉伫演讲，啊，迄、那个黄玉琪亲自甲我讲，我讲啊，你来遮香港遮无看人，伊讲吼，伊伫做迄个留学生的生意啦，啊，开始要做中国生意，所以伊暂时无要参加，是为遮来啦吼、喔。啊，落尾啊，这个好重要是，因为咱这个落尾啊，台湾民政委啊做会馆吼、喔，开始搬落以后啊。因为本来是好清耀要伫伊个办公室，伊讲伊退出五十一州啦，啊，要来支持台湾民政府所讲的这个论述。所以，甲课程你的了解就是讲，咱的延伸是五十一州，这可能有一些误解啦，不是啦，其实不是啦，是咱这个论述先出来了，才发现啊，或是有时间吼、喔、嘛，拜托你课程吼，啊，你会来了解咱整个的论述。啊，我也相信讲你若知影以后，你会相信，啊，而且你会支持啦。好、哦，多谢，谢谢。拍谢拍谢，我因为我就我所了解的吼，甲大家报告的是讲，我哩从开始的时阵吼，林先生你也无参悟吼，就是讲可能也无咱即卖即个诶论述啦。那讲头前迄部分吼，是何清耀、黄玉琪啊，甲何瑞妍，幕后是何瑞妍呐，何瑞妍的论述。啊，所以何瑞妍迄阵有甲我讲讲，迄阵林先生可能你也袂，你迄阵咧狂牛电视，搁咧做总经理，吼、哦。迄阵阮咧处理是讲伊要去拍官司，吼、哦，拍官司啊，介绍拢有甲我讲，阮拢有处理。啊，但我到尾啊，因为互迄人事的困扰，甲黄义奇的这个这個，吼、哦，我挡袂掉啦，吼、哦。因为黄义奇最近嘛是搁为了这个啊。人美国的王先生回来台湾出一本书，啊，伊吼落去挖去啦，啊，才开始哇，那我风风雨雨，啊，伊拢家己拢会晓批评人啦吼，我嘛做公开讲的，伊家己做留学生家长协进会的秘书长，啊，家己搁咧做留学生的生意，用尽这个学部的资源，啊，只要伊有的所在，都有困扰啦，啊，你不胜其烦，我想要卖惨。所以我要讲的是这部分，吼、哦，就是讲何清耀、黄玉琪有伫台湾之声主持节目，讲加入五十一州，而且后壁就是何瑞妍。啊，我唔知何瑞妍安怎甲恁甲尾啊安怎演变吼、哦，变做这个爱因离开，这我无了解啊。因为等于我就断了线。我的工作，我即马做的工作，我这几年是伫做除了了尾啊以外吼、哦，就是落实这个转型正义。啊，所以就是我咧走翻译，因为翻译拢无民主化，啊，所以我回头较无咧走，我拢咧开庭啦。啊，我本身毋是律师哦，吼，但是我有请教朋友甲教，所以我会晓程序迄个庭事。啊，我拢咧替一寡弱势的人，啊咧拍官司，啊纠正法官，你无按照程序来，所以我即卖主要扛起，就是咧做这个。造法院啦，吼！啊，另外我就是咧推动哦，咱迄、那个咱台湾的这个保险哦，400倍啦，400倍，咱即摆才2.58倍呢，收益，大家拢用便宜吼、哦。所以对这部分我实在是断了线啦。啊，你讲安怎演变哦？我是要讲的意思是讲，因为伊是生啦，应该伊比你较生啦。阮明你差不多2001年。就你电台公开，所以讲足侪录音带，讲你放报美国国外啦。啊，到这个论述安怎演变？坦白讲，即马甲顶摆有啥物无共，我唔知啊。啊，所以你要叫我相信这个，我无法度嘛。
所以叶贤忠甲讲叫我相信，就我无多无多，我唔敢相信，因为我那个人相信讲训练400个人、4000个人，啊，美国军政府来将军官教予咱，咱无可能的代志啊！我这唔是美国军政府的问题啊、哦，哦，这是奥巴马的问题哦，国安层级啊，唔是军政府，所以我是安尼的讲法啦吼，拍者吼。抱歉，当然啦，这个论述吼，咱的论述是真，拢根据这个战争法吼。啊，所以吼、哦，真复杂啦吼、哦。啊，所以像美国军政府后边就是美国总统啦吼、哦。啊，所以咱慢慢来，这个请柯英吉先生慢慢甲咱了解咱的律师。稍后去咱潘良华副主席有迄个问题。来，柯先生，我请教你吼，即、哦、卖目前台面上较有指标性的人物股对几个是了别啊？你有甲认定？啊，你是安怎甲认定伊的背景安怎？感谢你。这个哦，坦白讲吼，即摆你要伫调查局遐资料出来作证有困难，有困难吼，所以我即摆无法度甲你讲倒一个是，但是应该你敢讲应该倒一个唔是啦，吼、哦，倒一个唔是就对啦，倒一个是我唔知影咧，啊，倒一个唔是我用咧看出来哦，安怎讲呢？这个。即有几落项啦，咱来先讲吼，我即马拢安尼，可能讲，你社会运动还是政治运动诶？那做了别啊，有啥物好处？啊，若无做了别啊，还是无甲情治单位关系好？情治单位甲国民党个另外一个哦，嘿，情治单位是调查局个哦，啊，国民党个党主席是定哪里换人哦？情治单位是规套个人哦。所以像美国的复活节的控制40年哦，联邦调查局哦，啊，这做了不要有啥物好处，咱来讲啦，就荣华富贵即句呢，荣华富贵，足紧呢，用个吼，咱一般来卖做生意是讲白手起家啦吼，啊，那做政治是讲哦，社会运动哦，一帆风顺呐，因为你干那一个，比如你我一个人你。一个人，人后边有一群人，你家己帮忙嘛。你只不过是人的，什么呢？布袋戏人啊，你人尔啦。啊，伊家己讲啊，你啊，咱头目睭是你头前着，人伊后边阁有目睭啊。哦，所以人伊接近啊，第二声吼，伊若有悔文未爆发，有丑闻也无代志，逢凶化吉啦。所以你去甲看。政治人物有法度安尼处理的，譬如讲，咱咧选举就好啦，张俊良就好啦。我讲张俊良是啊，阮拢明讲的啊，十几年前阮就讲张俊良是啊。啊，咱来讲张院长就好啦吼，伊为啥物是？你家想看嘛，伊选立委选了侪遍，啊，立委迄阵的选举吼是高雄一区内底选几落个，对不对？啊，伊。有私生子，安尼选举的时阵拢无用恶出来，对不？第二天咯，你到明仔载要投票，因敢在甲你讲啊，你就倒啊，你就一枪毙命啊，免选啦，妇女票就无去啊嘛。啊，为什么国民党无甲你恶？因为迄个选举方式，大家唔是蓝绿的对决啦。迄个选举，那即卖一对一是蓝绿对决哦，顶摆唔是哦。顶摆是，我是国民党，我乌过国民党的票，民进党乌民进党的票，国民党的票袂投民众，民众的票袂投国民党，所以我就免甲你迄落，啊你家己的人佫袂用乌的，所以要过关嘛。啊，但是甲个吴敦义、甲张俊良选市长，啊，就双人金头就走出来啊，对不对？哦，好，啊你若错误呢？无代志，从无代志啊！外国的无代志，反而遐就会收煞去啦。因为前朝检察官为什么咱即摆成立一个廉政公署？来调查局会结案嘛？啊，调查局为什么结案？有人讲啊，成立廉政署无效，我讲有效。伊讲有啥物有效？我讲加减有效哦。因为廉政署吼出來本来是一间店嘛，树摊的。一点啊，干那一间叫做调查局，
即马佫加一间叫做廉政署，因会去拼咧，对无？因会去因会去拼，哎、欸，会擦枪走火咧，哎、欸，大家要拼啊！周志荣署长即马佮调查局爱拼啊面，哎呦，吼啊！所以廉政署较无遐侪政治料白啊，啊即边较侪啊，调查局即根深蒂固啊，吼、哦、根深蒂固啊。啊！调查局的姓名，伊袂用家己办掉呀。伊哩市面上遐侪政治的，伊拢有啊，伊袂使啊。啊，但是廉政署这边较少嘛。啊，我唔是，我所谓姓名哦，我唔是完全反对姓名哦，我唔是哦。我所谓姓名是讲政治啊，社运的姓名啊。各情治单位拢感官，全世界拢感官。拢爱有县民嘛，但是迄个县民是要跟你打击犯罪，对不对？啊，不，你哪有县报啦？啊，你污点证人嘛是县民呐，干不要转换这污点证人，对不？啊，你讲哎、欸，你就是了袂啊？哦，只不刚才最近面板业，咱台湾的面板用发啦哀哀叫无？啊，三星就是了袂啊，伊做污点证人呐、啊？啊，污点证人咱就讲叫做了袂啊嘛，对不？所以大家伊就去嘛，啊、所以。我要先甲大家报告是讲，我唔是反对县民迄种，所有县民拢反对，唔是，我是反对在政治县民甲社会运动的县民呐。啊，你政府你袂使去用这政治县民甲社会县民来打击异己啊，这袂使啊。啊，但是呐，犯罪检举犯罪哎呀变，你今日互你做局长，你嘛是爱用县民啊。而且我主张讲。啊！发检举奖金发较济咧，蔡教授，我甲建议讲，咱台湾要进步，足简单啊！送红包的人吼、哦、来自首，一定的时间来自首。啊！你用送红包所赚的钱，歹甲你讨，搁免钱。但是你若无爱一定的时间来自首，后摆查到对无？有罪嘛？啊、你要鼓励人来自首啊，县民嘛，你若无县报，无法度办案啦、啊，对不？因为政府淹灭去啊，啊，所以我是今我咧讲的迄个转型正义是指这部分咯、哦、吼，所以我唔是所谓县民拢反对啊，我顶多讲县民爱给奖金给较侪啊，那要紧，政府变的预算啊，伊唔敢歪哥啊，对不？你我兼顾犯罪。你要奖金給我，你不能拖拖拉拉嘛，你比大方法給人嘛，啊你不敢誣告的嘛，对不？啊你省的成本，我全民都是了白，怎麼要緊？那是檢舉犯罪，啊不是做政治的喔，不是做社運的，咱社運跟政治很多這種的，所以各團體裡面都有，常說你過去你走過頭，發槍發殺的喔，到尾他都沒事，他叫你去槍，叫你去殺啦，你就去啊！啊，伊无代志，伊拢定来性命依赖。所以我安尼回答的是讲，要安怎知影是毋是？你社会运动内底啊，拢无代志的哦。啊，政治人物内底有绯闻、有丑闻的，拢无代志的哦。啊，刷落去，这调查局有八例尔啦。你看一个团体内底吼，挑拨、离间、分化、打击。差不多拢是啦，伊这因为挑拨啊，兼过离间，离间过挑拨，排列组合看几种啊，哦，这足恐怖啊！所以我拄仔讲迄个谢崇敏先生啊，国策顾问，伊讲哦，伊关键两边，有调查局关啊，北京个警总，吼、哦，但是若有第三边哦，伊爱互不爱互警总呢？爱互调查局，不爱互调查局，爱互警总，因为。敬重是军人嘛，啊，直来直往，同齐甲你拍拍弄弄的，你第一期的皮肉之伤。但是调查局迄套哦，吼、哦，迄音塞音的哦，吼、哦、塞音的哦，所以我定来套一句话讲，苏金昌甲谢长廷两千块八年的初选呐，伊讲啥物？伊讲谢长廷是刚巧无，至理名言。啊，迄、那个吴炳瑞啊，伊个头家有知啊。吴炳瑞讲谢长廷是哦，人前手拉手啊，背后下毒手啊。
传神。啊，刷落去，社长庭的地主吼，郑运鹏啊，伊隔壁办公室个啊，伊做助理个啊，是郑运鹏。伊讲和解共生吼，就是啥物叫做和解共生？讲你圣经啦、啊，还是宝剑顶头，你宝剑顶头吼，刻圣经还是刻佛经啦、啊？吼、哦，啊为后壁个插落去吼，叫做和解超生啦、啊。就伊讲个哦，就著作权我拢有引述吼。哦、所以西音的就是啦、啊、你去看，所以我无法度跟你讲杀人是杀人不是，因为安尼我有官司走未完啦，对不？我官司走未，我大家问你走法院变被告咧，我来举证咧，啊举证我无资料啊嘛，我讲平常心讲，我敢有法度讲一个大恶性，所以我抓一个人就好，小中情绪就好啊。哦，伊个个职业啊。一个个职业嘛吼，所以我安尼回答你们有同意无？有什么问题，请人来发言，来问个请教来。陈思珍，你有够大声吼，还是用这好啦，因为爱录音。好、哦。郭先生，我请教你。你虽然暂时即摆无法度认同即个民政府啦吼，啊，毋过我要请教你，你即摆读到底台湾的地位伫倒位啊吼？哦，你即摆以你家己知影的吼，啊，台湾的主权伫倒位啊？吼啊，你若是讲这项唔知道，啊，我就讲安尼再来迄落吼，了解咱民政府的网站哦，家己要较深入看。吼啊，所以讲吼。阮遮大家是拢来听律师了，了解台湾是安尼，吼，拢毋是国民党读册来有底看的就对啦。吼，啊，即摆我是讲请教，因为我听你啊，我足艰苦，你这民主先进的人吼，啊，阮这是算讲有哪跟随你的吼，啊，我是讲我阮都拢知影，啊，你哪还佫唔知，无咧甲阮注意啊咧。哦，我是讲以你了解即摆台湾地位是甚物，吼，啊，甲国际地位。啊，甲主权安尼啦，哦，啊好，谢谢。好，多谢吼。我吼，你1994年十二月初去美国，啊，我去吉隆坡去教洋装，为了抄电台吼。啊，1995年十月三十号为美国离开美国。你迄一年中间吼，我除了你美国，为了言论自由吼，你抗议抄台。啊，我差不多行25周啦，离美国，写美国25周吼。啊，另外一项工作，我就是你了解台湾管理法，你美国的台湾管理法。啊，所以这个美国的台湾管理法吼，当时安怎制定的？因为我拄好去住伫华盛顿 D.C. 吼，伫 D.C. 迄个王明雄先生厝的，伊是伫华盛顿内底唯一台湾人的家庭。一般来讲，拢是住宾州啦、马里兰州啦，吼、哦，啊个，佫是甚物州啦？宾州、马里兰，又欢迎三个州嘛，吼、哦，维吉尼亚对。啊，伊是为台湾人，吼、哦，诶，家庭，所以阮差不多台湾人若有去美国的吼、哦，应该拢有去因家住。所以阮我伊最近一本书，我甲讲吼，迄物叫前进 DC。应该叫做 DC 前进美国白宫，还是华盛顿的指挥所？因为那先去的人困眠城，啊，较晚去的人吼，眠城有人困碰椅，啊，碰椅呐，啊，有人困地板，啊，地板呐有人搁困囡仔房，所以我拢困个，吼、哦，啊，这个王林雄先生做，啊，伊就有甲讲个这个美国台湾关系法吼，制定的这个界定啦。啊！伊迄阵也无美国护照，所以佩尔参议员吼，啊，就是为了佩有两个人嘛，其中一个嘛是佩尔，啊，一个里奇嘛吼，所以伊就是制定这个台湾管理法。啊，你讲当然，你讲即卖这个台湾地位，我认知是未定论呐、啊，我是认知未定论。啊，当然，这个美国台湾管理法，所以我们定来你甲因小庆讲，啊，你讲要统一，啊，要独立。啊，你去组团去废除台湾关系法，啊，你若台湾关系法你无废除，你变哪统一变哪独立，你是搞阮骗啊！哦，
啊，所以你甲讲的这部分啦，我会认知啦吼。啊，所以我讲，你讲主管当然属，那即摆要属台湾人民的嘛。哦，啊，但是迄个佫正争议的就对啦吼。所以我实在是无较无迄个时间哦，你处理这个问题。啊，我拢足关心迄个台湾关系化。哦，所以这我是安尼简单甲你回答，谢谢。哎，罗姐，你刚要甲说明者，没有？请秘书长甲大家做一个说明。啊，足歹势吼，靠势！我毋是挑战来遐，我是干呐是讲迄个纯粹吼，讲即个理论安尼啦吼。即、這个请问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人，伊的用意是啥啥？你敢知？The people on Taiwan， 请问这句话若要翻译做啊做汉语的时阵是毋是翻译做台湾人？应该是嘛吼。这个上海公布《旧金山和平条约》中美的这个建交公报跟八一七公报吼，内底讲的台湾人吼，美国伊用讲 The people of Taiwan。白白台湾人是安奈一个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 伫这个台湾关系法讲 The People on Taiwan， 坦白讲，台湾关系法是害死台湾人的法律啦。因为这个 on Taiwan 意思讲吼，包括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伊是伫保护遐人，伊真正保护台湾应该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才是保护台湾的。台湾关系，迄、那个台湾地位未定是正确，啊，但是这个未定是伫什么未定？就是伫这个现主席来讲啊，台湾要个什么人诶？其实你若小可变了，你就知影。这美国吼，坦白讲，你今日讲无形象台湾民主，我认为讲合理啦，因为你唔知影真济代志，包括台湾民主现主席伫2010年诶7月7日，美国国务院。甲这个国防部协助咱伫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事处伫遐，甲今日还阁伫咧。刷落去2010年的9月7日，替咱办一个酒会。这个酒会五个单位来参加：国务院、国防部、CIA、国家安全会议，甲这个也是司法部。啊，这個、人来参加是代表，是毋是代表承认？当然是代表承认。尤其这个过迄个美国的法院的时阵哦，有得到5点的一个结论呐。啊，就是台湾人哦，无国籍，台湾人无国籍成员政府，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炼狱，啊，台湾人啊，即、這个也做，今日的台湾呢地位要搁伫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搁一点就是讲吼，要求法院要求行政单位国务院爱主动协助台湾民政府这人的要求，所以呢，伫即个也做11月7日，2010年的11月6日啊。美国正式帮忙咱成立台湾民政的内阁甲参议会，啊，刷入去，参伫全台湾啊成立6个州啦。其实有遮经过吼，可能你可能离开伤久，你无了解，啊，所以若有时间吼，再来甲可能吼交换意见。啊，我相信你若听听的，啊，搁遮证据互你看了，你会相信台湾民政府是正确的。啊，所以我要甲你报告就是讲吼，其实51州的时阵我毋知影，确实我毋知影。那是李登辉先生在2004年的时阵哈，会叫我讲将战争法放在内底，然后我才去熟悉何瑞元。所以何瑞元伊嘛唔是相信51州，所以你讲我在伊主导，其实应该不是啦，应该唔是伊主导啦。因为后尾啊，这个我开始写这个论述以后，何瑞元才加入咱这个内底，所以可能在这个时间上哈，有一个落差啦。哈，以上报告，谢谢。好，多谢多谢。因为我要甲大家报告是讲，我讲何瑞元不是主导啦吼，就是讲何瑞元嘛是迄、那个因哩归来对，但是因捌上过电视，上过节目，即我爱特别声明啦。啊，我知影因所有的论述拢是以何瑞元为中心啦，吼、哦。迄是稳定，迄阵当哩运作。啊，至于讲恁甲要按伊安怎按，甲恁安怎，我无了解。我不要袂用乱讲的，因为我事实我无了解啦吼。啊，当然，这个我若有时间，我会来
好好来研究这部分。但实际上，我即卖实在是吼，较无时间，因为我已经六十岁啊吼，啊，毋知要偌久要死，我嘛毋知咧吼。啊，所以，我的人生吼，若讲活到八十岁吼，我嘛阁剩二十年尔嘛吼，我应该吼，那一方面应该来落实这个转型正义啦，吼，因为他看了德国，人有落实转型正义，啊，咱台湾无嘛，啊，所以咱大家搁在遐里算啦吼。啊，第二，我即马用较侪时间吼，是你用你吼，因为咱台湾的这个贫富悬殊的差距愈来愈多，啊，我应该讲算不幸，啊，我嘛应该算足幸运，就是我对于这个台湾的保险这个制度，啊，我有去了解，有去研究，我已经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啦吼，啊来你处理这个代志，但是呢，因为我一个人要对付财团哦，实在是，哇，这足辛苦的对啦，足忝的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实在是较无时间啦，吼，啊真歹势，啊我人生那有法度，你外界的过程中哦，我后摆有法度为台湾即卖受害的倍数吼。为即满2.5倍，那我都提升到100倍吼，啊，我就死而无憾啦。因为人外国500倍嘛，啊，咱台湾人的1%，所以我那我都推到到100倍吼，我死而都无憾啦。啊，所以剩的代志我实在是我无遐多时间啦，吼，因为是我年纪嘛60岁啊嘛，啊，过去40岁，啊，即满是60啊，所以已经。时不宜我啦，吼、哦，等一下。60岁吼、哦，算少年啦。我即摆伫田里做工课吼，我也拄到一挂即老农吼、哦，爱相问嘛，讲哎，我一上你几岁？伊讲80外，伊个问我我几岁？我讲60啊，少年啦、啊，要会做到80外啦，吼、哦，我妈妈做到94，伫田里做到94。来，即摆罗先生来，咱罗先生有问题要甲。那你许荣奇先生请教啦。啊，过来再玩。柯先，感谢你这么疼台湾吼。啊，60岁，伫阮讲起来是算少年的啦，足少年的啦。但是为台湾贡献吼，关心遐久，我那真正感谢吼。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要来请柯先，请教柯先吼。我平常若甲亲戚朋友，也是讲在咧讲的时阵吼，我常常会拄到人讲一句话吼，啊，咱中国人安怎？啊，我因为有一个同学吼，高中的同学，伊尾也是读政大了吼，最后嘛伫政大做教授，啊嘛，因为因某囝拢移民去美国吼。啊，我就是因为安尼，大家同学安尼聚会，伊讲一句讲啊，咱中国人，我随意甲因讲吼，拜托个教授吼，你若中国人，你讲你中国人，莫讲咱中国人，因为我毋是中国人吼。啊，为着即句话吼，我就安尼对伊印象较歹吼。有一摆，阮当初讲要招伊来阮兜拍麻将，我讲啊，莫来啦，我对伊我是无多忍耐。啊，我唔知啊，柯教授、柯神吼，你平常你主持电台嘛遐久吼，啊，是唔是我那拄过即个讲咱中国人即个问题无吼？请教你，拜托。谢谢。哇，这位朋友拍摄，我第一我唔是教授哦吼，所以唔能安尼甲我称哦。我无教授的资格，我无律师的资格，大家拢无吼。即、這个我去年吼。去年坐迄个华丽星游轮哦，丽星游轮去石岩岛啦，因为我毋捌去嘛吼。啊，要落船的时阵哦，因为是免签，伊就我摕一张迄落，讲用个出去的哦。伊家写国籍讲中国啦，啊，我就话吼，我将摆落去啊，啊，大家摆咧摆到我摆落去啊，伊讲为啥摆落？我若无中国护照哩。我是提台湾护照，我讲我唔是哦，所以伊隔壁，
我母头半点钟，大家拢出去啊，按大家拢坐游轮车出去，干那隔壁也剩我一个吼，是阮总经实验楼去行，因为落车大家拢走啊，伊甲解放台湾啦，啊，我转来就外国阿婆欢迎啊，我嘛肯定我的脸书镜头，我都无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因阿讲我是中国人啦吼，啊，所以我要用这个甲你回答咧，就讲，当然有足侪人会安尼讲啦吼，啊，我拢甲讲。你也，咱也无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咱也是中国人，哦，所以用安尼来甲你回答，唔知你同意？谢谢。哎，雅虎有意见，有问题来。许先生，我是泰尔族的。两个问题哦，一个问题是，不晓有没有研究过原住民也有廖北啊？在过去我们圆运的时候，我也是创始之一，我是牧师。圆全会、全力促进会听说了，但是我没有证据了。那假如说不是事实，就把它摆在一边。那有的圆全会的几个创始人也是被这个蒋老伯啊的这个总头目啊，他们那一派的也是把几个原住民送到日本，一些的也拿一些的经费了。那这个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对阿扁，因为平常2000年我在长老教会做一些重要干部的时候，我就跟阿扁一起，我说哦，这个是阿扁牧师，因为。脸色差不多，不过现在因为开过刀，所以比较瘦了。那曾经我们在马告国家公园成立的时候，我们33位的咨询委员，我们13位都是传道人牧师，我其中之一。那本来已经要宣告成立马告国家公园，那出来了一个也是胎儿组的廖北亚廖高金素梅一党，就破坏了整个马告国家公园。其实那个是共管机制，往原住民的这个主体性，我们是非常强烈的。那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你不敢说出阿扁另外的一个？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关系造成？他不愿意去宣告马告国家公园。那另外就是说，2001年的9月，我们成立的台湾原住民在垦任七月大会的时候，我是台湾主体联盟的总召，当时就跟阿扁来契约，结果。还是最后就被他骗去了，就没有办法真正成立原住民主体。当然我来到这边上课才知道说，哦，我来撩气啊，这些 ROC 的民进党也在内，所以这些的内幕不知道是不是有关于刚刚许先生所讲的廖北啊。谢谢。首先我要向您道歉，因为刚才用都有一些用闽南话台湾话讲哦，是那天有啦吼。不过你现在因为你用北京话来问这个问题，当然用北京话回答啦吼。每一个团体里面一定都有啦，在国民党统治哦，不只说政治团体有，社运团体当然有，因为他才可以操控嘛，他才是一定有的嘛。那我们在这个社运团体里面哦，或者政治圈里面，其实如果没有廖北亚，那才怪的，不可能没有嘛。那尤其是哦，像我们说马英九是职业学生，那一定的嘛。这个我们不记，我很少说马英九不是职业学生，我本来就是认为他是职业学生，因为他是国民党中央奖学金出去的吧。他旗帜很显明，我就是中山奖学金，我替国民党，我拿国民党的钱，我帮国民党做事，这个
天经地义嘛，这个没有意义，因为你相信他，那你自己傻瓜嘛，对不对？我讲这个不客气，因为他就是国民党的人嘛。那今天我们很简单，就像您刚刚讲的，你的族人啊，有一些人嘛，对不对？都跟你讲同样的话，你会相信他嘛？今天如果他不是你原住民，就像我今天如果去原住民的团体，你会相信我们吗？对不对？好，同样的，所以这些国民党栽培在社运团体，一定是用他们的人跟我们一样的，所以我们台湾人给伊点点讲吼，我用台湾话讲啦，因为这个，伊讲吼台湾人吼放流胶刷吼无做对啦，有没有？吼，当然不会做对啊，因为有料别啊，我本来今天吼到车上我才忘了我说带哦，带一只料别啊。用北京语讲的无吼、哦，那我还有一个讲法，就台湾话讲了不要，不是干那了不要，还有很多很多在描写他了哦。不，各位是我们来动脑一下，有时候我的想法，你知道不？哦，所以为什么台湾人交放牛交说放牛交说不做对？啊，你都有料不要，你家你没人和你做对的嘛？对不对啊？做对我就派通敌啊，你我就不好统治的嘛。同样的原住民一定有嘛，怎么可能没有呢？我讲不客气的话，原住民的团体里面有组织嘛，你要选举你他透过，除非不然你根本没有机会的，对啦。以前民进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说那个选举会捉对厮杀啊，如果没有人去抽他不会去杀呢。以前我们看到那个捉对厮杀，三个捉对厮杀，两个都当选，那就是人在搬戏嘛，在演戏嘛。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选举，我不会插他，他也不会插我。哎，我们台湾人说啊，钱没两年搬不成啊，只有你一个人在谈，那戏就不会搬呢，对不？就像我1998年哦，为了廖廖不要去选立委，这个议题他就不碰了啦，那碰我就当选了嘛，他就不碰了，叫冷处理，就让你这个石头去打到那个棉花，不会反弹嘛，对不对？那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这三个问题哦，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一定有，但是我没有资料，那么多人呐、啊，我去哪里拿这些资料？啊，这些资料一定有据点，调查里面有人嘛？对，那谢长廷是不是算是最 top 的、最 top 的人物哦？层级最高的、啊，他是蒋家的啊，他是蒋家哦，蒋家嫡系哦，这个他自己承认的嘛，哦，啊，那一般的县民是在地方上打听消息的，哦，啊，像社运团体一定都有。我讲不客气的话，贵团体一定也有啊，没有的话，调查局哈、哦，龟山这个据点的人哦，爱俩登去贡卡称，因为你们在开会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啊。确实如此啦，我们这边有这个要不要来参加，我们也知道谁是要不要啊，有的地方是美国 CIA 告诉我们，哎，注意哦。啊，你们今天开会里面呢、啊，有一个什么单位、什么单位的人是国民党的调查局派来，或者国民党叫别啊、哦，哎，所以有一点精彩。好，现在我们请那个黄州长讲几句话，哎，问问题。谢多谢柯先生。今天日听上这些哈，可能也是由我引起的。我刚刚咧讲，拄啊讲，这位叶显忠。秘书长嘛讲讲，黄所长你的口才足好，确实咧，伊是看网络来的，看网络来有一工可能，咱讲较土的啊，都是要去放尿。我这个人真好咧，来啦，饮咖啡。结果呢，利用几分钟久，我讲啊，你倒啊，永和是我管的。也所以讲，才加入我新德州。啊，所以讲，这个机缘呐，
讲来讲去，台湾嘛出一个道士，为着转型正义的这个靠神仙，所以讲我今仔日向你念九十度的结晶，啊，真予我钦佩的所在，奋斗几十年啊，了解这些政治人物，生台湾的这些百姓，正港的台湾人，你莫失志。柯先生，我是讲，甲既然为着正义的转型吼，算遐久啊吼，过会才会叫爸啊叫家安尼老岁老弟，少年啦，六十岁，我七十几岁都还阁安尼，惊惊该转的吼，对，无唔对，叫爸啊叫阿爸是有，啊，所以讲，我真爱甲你共同奋斗。叶先生即摆阁返去美国，昨昏来我马上阁批，所以我的网站呢，至今两个月已经超过一万四千几，副座是毋是安尼？一万五千几会使打破纪录，我每周都是我有黄组长的话，所以讲我要来呼吁。可是咧，我实在讲到我心嘛。真酸啦！我的囡仔咧代代，结果遮个拢无咧入来。我讲你做你的教授，台湾到底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圆圆半点钟都印未出来。结果台湾民政府是我家己走来，在座真无了解我迄落。李所长是我的副组长。伊养过做比我较大，我也过会管。但是伫司法界，我是老师，我是司法家，报纸甲刊干的讲，我是学做啊国宝级的。我去甲要死，连迄个记者都我都干嘛？七十几岁甲讲我是国宝级的，唔通遐请。人出于众，众必毁之。所以讲，事出于人，风必浊之。柯先生，你就是想过名旁四海，啊，一个发射台的人用直升机就把你调去走的，唔通啦！我甲叶先生讲讲，黄组长，那叶迄个柯先生来啦，大家我都甲咱支持咱的发射台，台长、州长互你做，我讲敢有迄个机会？啊，所以讲，这个可能情节我是无要甲了解遐尼多啦。后后呢，佫更加了解呵呵啊，阮民政府的真正这个心态、甲做法，啊，甲甚至为着百姓、台湾正港的百姓吼，你都口才较好，希望我会甲你做好朋友，好不好？啊，我。好好向你去恭敬的拜谢，多谢多谢。叶先生为着我去的，今日你今仔日，你名旁四海咧，我唔知遮缘投啊。好啦，共同奋斗哈，多谢你，多谢你。哦，真多谢啦哈，真多谢，真多谢。我迄个叶先生有甲我讲啦吼，爱讲你有要提一本书啦吼。啊，我吼，因为我这煮吼，这拢烧去的啦。啊，迄阵我抢一寡转来吼，所以这本书我今日有抓来啦。吼，谢谢谢谢。这个叫做全民公敌调查局。谢谢。我要甲大家报告，因为我这资助已经较少啊啦吼，所以我有将大部分的内容吼，放伫网络内底，那种网络容易下载。全民公敌调查局吼，这分做两部分，一部分就是
周明德甲我处理的，吼、哦。啊，另外一部东厂调查局吼，迄、哦、是白先去处理的。所以基本组内底有两个比，迄、那個、比调无同款。啊，都我无写，因为我迄阵无闲通去写，我拢口述。啊，我啊迄、那个周周先写，啊，就不停已经买根往生去啊，过身十几年啊，吼、哦，叫我暗杀去。啊，这个讲这个全民公敌调查局吼、哦，那有兴趣的朋友用去上网看，拢我拢可能网络来对啊，吼、哦，用台湾之声的讨网络，阮有一个台湾之声网络。啊，即摆我地下电台已经无法度做，因为两年前吼、哦，为了马英九2012年的总统选举吼、哦，啊，迄种大规模抄电台，啊，所以我即摆无法度做地下电台，已经两年无做，我拢做网络电台吼、哦。啊，当然就无法度普遍，不过。啊，有好处是讲美国嘛，我都听啦，然后啊，这个地下电台敢那台北城，啊，因为我做电台我足过路的啦吼，人别人拢是开面子的，像今日来用的开面子啦，啊，我都无多呢，吼、哦，我是一个人家来啦吼、啊，因为人咧卖药啊，我也无咧卖咧吼，啊，所以伊咧开咩抄，我也袂开咩抄啊，咧卖药一个月那要赚3-4万啦，足简单咧，一年要赚3-4千万，佫免交税金吼。啊，我唔是咧，我无咧卖药，因为我若卖药啊落去吼，我就无法度批评人啊啦，人要互你死，一个手就死啊，哦，所以全台湾所做电台，我做了痛苦，但是我嘛是从善的啦，吼、哦，啊，我袂堪要红炒台啦，哎、欸，人家炒100万，对因来讲一个月去炒三台，我三年袂堪要红炒三台，炒一台咧，因为我也无咧卖药啊，我也无咧招广告，我也无卖时段，我逐项拢无。啊！你讲啊，我安怎维生哦？我甲大家报告，我也无靠财团啥物咯，所以我家己做，阮是流浪狗啦，无主的。全台湾干那政治人物哦，还是社运团的无主的，挺好算的。我其中一个吼，阮是算流浪狗无主的啦吼。啊嘛，阮嘛有讲叫做丐帮啦吼，阮因为都无主嘛，啊，所以我咧安怎处理？我较特殊是我这几年哦，拢咧探讨这个保险问题，所以寿险公司。用人情保，你100块的保费，伊爱去恁厝会甲你招，啊我唔是啊，啊我5块的，啊我5块尔哦，5块的保险，啊所以大家慕名而来，家己来投保，我免我无业务员的，啊我靠安尼咧生活，啊那100块的哦，佣金哦，100块啦，第一年，啊我这5块哦佣金。20块啦，无佣金那5块两成啦，咪20块1块啦。啊，我安尼积少成多，我一个月费用走20多万。我有爱有办公室，爱有人员费用，我才会，所以我拄好勉强。哦，啊，我无法度开面子的，大家拢无比，啊无 BNW 我拢无啦吼、哦。啊，所以我即马是自己更生啦，安尼我较自由。哦，所以我往下无法度做遐侪代志，所以请大家谅解。真感谢啊！要存几分钟，哎，才有问题来。柯先生你好吼，我一个问题甲你请教吼，你拄仔讲到迄个建国，也是统一，也是迄个独立，这拢是属于迄个诈骗集团嘛吼？那我想要请教的是讲吼，咱台医生伊是你宣导啥物型的理念？哦，啊，因为我认为讲，这几条路若拢行未通的话，啊，恁是要甲老百姓是要讲的是啥物型的声音？多谢。哎，所以我讲一下吼，就是讲，咱拄啊，即个柯先生只要认为讲建国，也是统一，也是迄个独立，这拢是属于诈骗的迄个行为嘛吼。啊，我要甲柯先生请教的是讲。咱这个台湾之声，伊要甲咱一般人宣导的是啥物型的理念？吼、哦，应该唔是干那纯保险尔嘛？吼、哦，吼、哦，多谢。吼、哦，这吼、哦，我甲大家报告吼、哦，我拢是安尼讲，我讲这应该唔是建国啦，吼、哦，是敌国啦。因为你拢甲人参加选举啊嘛，你讲你袂成立这个体制，啊，你趁伊你摕毕业证书嘛是死啊。吼、哦，毕业证书，啊你，你比如讲律师摕律师的执照，这拢是这个体制来嘛。
啊，要让台湾较好，是看贫富悬殊的差距要安怎缩小，还是讲司法要安怎民主化？哦，啊，不是你挖的空的讲建国啦、独立啦、统一，啊，是要建多一国啦？因建国我唔知道要建多一国咧，空的就敢那这本书，季武新先生的这本书吼、哦，国史馆出的这本书，伊讲。啊！你大陆人民拢讲是秘密，啊，不会防灾，啊，所以伊根本就无内容嘛。我要讲的意思是安尼，你讲建国啊，要建国的啊，内容你们甲我讲，对不？啊，统一要安怎统一？你们甲我讲，是要统，咱要防统啊，要统咱哦。啊，那伊这个无民主化，你要学统一无？哦。我讲的是这部分啦，所以我讲，因这拢是伫选举里画口号，画到大家爽到要死，啊，票就投了。啊，但是艰苦是台湾人啊，哦，啊，这个贫富悬殊的差距愈继续，司法也无改啊，用司法来做工具啊。哦，啊，所以我你电台你讲的拢是讲，讲这部分啦，较切身的代志。哦，司法民主化啦，保险民主化这一部分，啊，较无你讲。发口号建国独立，迄款的拢是口号，啊，大家发爽尔嘛。啊，你讲独立，啊，要安怎独立？你甲我讲啊，要安怎独立嘛？哦，啊，独立，你即摆讲双股你选，啊，你着选输，你着讲要独立好，则独立来啊。啊，要安怎独立？你内容甲我讲，我政治你讲袂出来，所以我主要是你讲这个啦吼、哦。谢谢。要问题无？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这两点钟以来，我听咱柯永吉先生吼，甲咱做这尼啊精彩报告，我是真甘心。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受、生活经验、教育背景拢无共款。顶一日我参咱教务长吼郭宏斌先生去甲拜访的时候。伊讲民进党是叫别个党，哦，我相信真侪人初初听了的时候会感觉足古怪，但我拢感觉未古怪，因为我足早以前感觉怀疑讲是安怎伫一个独裁者蒋经国要存在的时阵，容许吼、哦、民进党来成立，一定有问题，所以伊讲民进党是叫别个党，所以咱的主张是正确的，民进党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参中华民国的中国的国民党伫阿咧竞争，甲咱拢无关系，吼、哦。所以咱台湾民政府的同心要有这個认识，咱是反对中华民国体制，彻底反对中华民国体制。啊，因为咱无法度，就是讲，因为咱是战败者，吼、哦，爱、啊、是来军事占领，吼、哦。虽然讲伊摕到的，也是讲伊发到的，发出来，互咱摕到的这个身份证，吼、哦。是不得已命令挂着中华民国身份证，但是昨天啊前天 ，Paul Mess 写一篇文章来铺给大家看。伊讲啥呢？伊讲外交部真明白讲，讲迄个中华民国身份证唔是中华民国人，是讲这个人都因为生活伫这个所在，爱有一个编号会，迄是美国命令伊做这个工作。所以咱更加认识讲吼。中华民国一切拢是假，吼、哦！我相信讲吼，长久以来，咱的努力已经看足济，咱敢讲中华民国拢是假，咱希望讲唔是咱在做知影，那么这些物件，甲咱中华民国拢是假，中国国民党甲中华民国民进党拢是共款的，拢是要去挖中国的，吼、哦！迄早晚咱拢看清楚，咱甲这个消息，咱甲这个讯息，甲咱所了解去传播出去，互咱本土台湾人拢会当了解甲觉醒。咱今日真感谢啊，邝宇先生来甲咱做这场真精彩、真精彩的这个演讲，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甲说多谢，谢谢。国华九分钟拍摄多谢大家啦吼、哦。啊，如果今日呐讲出一挂吼、哦，我个人的意见啊，较犀利吼，啊，请大家来较包容一下吼、哦。因为实在是我无迄时间吼、哦，啊，真多谢大家，互我来讲这个问题，啊，多谢大家。大家请起立，起立，多谢，多谢。